丽欣呢日就为新戏拍摄，喺戏入边饰演精神科医生嘅佢，连情绪都大受影响，唔知道有冇吓亲男友王子呢？咁啱咁佢又忙咯，咁所以就都互相去focus 喺拍戏上面啦，咁样咯。咁我都亦都提前报咗案话，即系我拍呢个戏系会咁样噶啦，咁即系佢都会明白。最近王子就推出写真，作为女友当然就要鼎力支持啦。他最想就是我去欣赏他本写真嘅啫，都撑场就唔使啦。咁我觉得最大嘅支持就是去心灵上嘅支持咯。